幼儿园啊，幼儿园就比较不 OK 一点了。能不能斩杀到就是随缘？就随缘了。幼儿园最主要是地图太大了，想要好好的吸有点难。马上看到一个人蹲在那 ，OK， 你就继续蹲。跑妹，漂亮，我就知道这个跑妹，我还一个黑妹，太爽了吧！再吸一下这个黑妹。好，我去追那个跑妹。哦，这一把我跟你讲，你们好像通通都要完蛋咯，我只这么说。这把开局可以说是完美哦。对。万圣节万圣杀麦麦要开杀了，我跟你讲。我们完全不用在乎说什么这个被吸干了怎么样，因为它是猎物，猎物一定是要第一个吸干的，剩下其他人再慢慢处理就好。反正我们第一个斩杀的肯定不会是猎物，肯定是其他人。猎物这边就是提供三层蜘蛛给我们，就已经皆大欢喜了。好，这边找到一个新的米凯啦，我只能说非常的顺利啊。我只能说这把好像通通都要来给我陪葬咯。好，米卡拉也快满，我们把这个板踹掉吧。我马上去看哪一台开了，这一台没有问题。来，现在就是 P2 P3 找一只，然后直接把它斩掉，抓去挂也可以。那我们选择抓去挂的好了，他肯定觉得我们是永山之类的，对不对？但其实我们不是。好，我们直接抓去挂。这版本有一个全新的斩杀方法，我们让大家看一下。奇怪，然后呢？来，你要不要下来？一句话，你要不要下来？这是这版本才有的全新斩杀方法。他下来就是死，他不下来也死，基本上这人已经死了，真的。那这边他队友来救呢，也基本上算是有一个要死，所以基本上这个人真的是死了。巴哈剑，人家已经在写文章了，完蛋，要上巴哈了。要不要给机会？给啊，让他下来啊，看他要不要下来就是了。他现在完全是可以下来的啊，对，那就是看他要不要下来啊。OK， 他下来了。OK， 他的也没了。基本上这玩法就是这样，然后准备上巴哈了。啊，这是这版本最新的一个玩法，连下来都来不及跑，就直接死在沟上。OK， 这个如果是搭配那个墓碑碎块，效果更好，我只能这么说。那现在我们走比较慢啦，因为我们刚刚为了追他画了两层蜘蛛，走比较慢正常，就尽量杀吧，能杀多少是多少。
这个人怎么跑来我面前啊？万圣节快乐呢，礼物。又是一个喽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个好妹。哎、欸，在里面可不可以斩杀、啊？哎、欸，在里面可以斩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是他摸那个虚空，我不能斩。原来他摸那个虚空，我是不能斩的、欸。你再进去一次好不好？再进去一次，我们进去玩一下嘛。有没有兴趣再进去一次啊？我很有兴趣、欸。互动期间是不能斩的，没错。他现在就是想办法帮我们的黑妹拖时间。他真的有没有兴趣再进去一次那个领域啊？我很有兴趣耶。他好像没有得完咯。好妹，拜喽！万圣节快乐啊！就一点。好，剩最后一个。再来就是找地道时间，找到地道，我们就有机会杀到这个黑妹。啊，如果找不到地道，就没办法了。哦，地道。哦，虽然说有机会杀到了，但不知道门开怎么样。如果门开得很远，我还是杀不到啊。然后他还是有机会直接黏着这个门，然后直接走掉的。哇，门有点远哎，这真的有点看运气了。我好像看到黑妹嘞，我确定的，我好像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但是我把人家抓过来了，有喽，四杀。万圣节快乐啊，傻斯 K。应景吧，万圣节万圣杀，四杀双红卖卖，1777，要远离安全距离他才拔，啊，他还要远离哦，啊，他不会利用一下反手撕机制吗？不会。有啦，他会自己拔，然后他还没跳下来就直接把我抓下来斩。修完了不会拔了，修完就没有拔钩了，真假的？我觉得他还会是会拔吧，我觉得还是会。有喽，等掉你喽。